话。星辰，我给你带了些菜。阿瑶，你不用天天来看我，云长一个人在医馆肯定忙不过来，你回去帮忙他。是云长叫我来的，你在这儿可得小心啊。我倒没什么，要不是那几个人暗算我，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倒是那个傻丫头，忙起来肯定没日没夜的。赶紧回去吧。星辰，我看你来的时候也没带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做了一件衣服，你看看。你试试吧。不用了。这里冷，要感冒了怎么办呀？快，站起来试试吧。啊？真的不用了。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我又没逼你结婚，我们两个还是好朋友对吧？你先休息吧，我过几天再过来看你。